好，报告委员会。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呢，我们主要就是要召开公听会哦。那今天非常谢谢今天出席公听会有非常多的专家学者。那首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政府代表。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今天出席的专家学者哦。首先我们欢迎的是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的许慧峰主任，欢迎。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的赵国才教授，欢迎。东吴大学法律系的李子文教授，待会到。好，台北万能科技大学台北教学中心的田飞生讲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陈世奎前秘书长，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联络发展处徐孝慈处长，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顾问谢英士律师，庞波国际法律事务所陈玉龙律师，永社黄帝颖律师，国际联合劝募组织大中华区陈文良培训总监，文史工作者管仁健先生，还没到，红十字会的志工王建奎先生，红十字会的志工简正顺先生，好，欢迎。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今天出席的政府代表。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内政部邱昌玉常务次长，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的陈志章副主任，消防署民力运用组的陈群应组长，卫福部吕宝静政务次长。社会救助及社工司李美珍司长，医师司刘明勋检任记者，法务部刘英秀参事，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的周林执行长，条约法律司的陈守汉专门委员，陆委会法政处的蔡志如处长。好，以上呢是今天出席我们有关于红十字会法专法存废问题的探讨及其影响的公听会，我们出席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的政府官员了。那我想首先真的要谢谢各位的出席哦。近来有关于整个红十字会法专法的存废的问题呢，其实各界也都非常的关注哦。那我们知道，在立法院里面呢，有时代力量，它是在院会里面，它要提废除，然后是用进覆二读的方式直接来废除这样的一个专法。但是呢，在上一次的整个朝野协商哦，这个朝野是没有共识的，因为毕竟现在委员会里面，我们由院会交付下来审查的，一样有其他委员提的版本是要废除的专法，也有行政院版本提出来的是修正草案，还有赖世葆委员提的是修正草案哦。所以我想立法院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更改革更进步，也希望未来整个法案审查都回归专业的委员会来审查。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并不赞成直接由院会直接废除这样的方式，因为完全没有公听会，也没有委员会的讨论，更何况我们卫环委员会已经被交付这样的一个任务，必须审查的任务。所以呢，我们有责任由卫环委员会我们来召开公听会，听取各界的意见，那也由卫环委员会我们来做逐案的一个审查。所以我想基于现在朝野并没有共识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今天卫环委员会首次召开公听会，听取各界的意见，显得非常的重要。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提纲呢，其实有各个面向哦。我想事先也都有把这个提纲给各个部门大家来看，有关于今天要探讨的重点。那首先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包括就是红十字会它是国际的人道组织，那这样子的一个人道组织跟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关联性，到底实际的运作是呈现什么样的关联，这个部分可能我们需要探讨。然后呢有关于日内瓦公约跟红十字会之间的关联性，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那国际上面到底有哪一些国家他们其实定有红十字会的专法，专法的重要性在哪里，那废止之后可能会产生的冲击跟影响到底在哪里，我想这一些的面向
通通都需要大家做进一步的意见交换，才能形成定论了。所以今天非常希望各位出席的专家学者踊跃提出各自的看法，然后呢提供未来我们委员会要进行修法的意见的参考。那待会呢，现在已经有各自登记发言的顺序哦。我们待会第一轮呢，给每位第一轮发言是六分钟的时间哦，就是先做第一轮的发言。那我们会视这个时间来决定啊，我们预计到12点结束，所以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会再邀请各位可以再做第二轮的发言的补充。那我想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整个我们公听会的讨论。那我们就按照就是我们的登记发言的顺序，邀请各位上台，每一位发言者，我们有六分钟的时间。那时间到之前呢，我们议事人员会响铃，就是提醒大家。那首先呢，第一位我们要邀请的就是我们的田飞生讲师，我们请。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出席代表，大家早，大家好。那我今天要发言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说肯定红十字会过去的贡献哦，但是支持哦废除专法，保留组织回归常态哦。那我想说，今天在座很多出席的人员，假如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应该都有一种印象，就是说小时候在念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一些像红十字会哦，透过那个教育的系统，到各个学校。那到各个班级哦，去收取这个什么买红十字会的邮票哦。我想在座应该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哦。那因为我本身是在比较乡下的小学念书哦，那时候也看到班上很多同学去家庭的状况并不是很好，经济并不是很好哦，但是还要是每学期还要去乐捐这些邮票哦。那除了红十字会的邮票之外，那其实另外还有像那个爱盲协会哦。那我想说，因为学生是最听老师的话哦，只要把这个单据拿回家跟父母要钱，我想父母也想说啊，这学校要一定会交哦。那我想大家可以想象看，就是说当年那个年代哈、哦，那么多的一个国小，那么多的一个小学生哈、哦，这样每年收的钱哦，这个累积起来是相当的可观哦。那也不禁让我们想到说。那个烙军捐也是一样，同样一个时代那个年代哦，这样一个捐哦。那所以说，其实红十字会当然收那么多钱，我们肯定他以前做很多对国家的贡献哦。哦，只是说这个账册这个账目，我想哦，目前为什么大家对红十字会的争议哦会有这么多争议哦？主要在他很多一些乐捐的款项的一个流向哦。那我想说，现在社会各界对红会的一个存问题也争论很多哦。那5月23号，新的圣武团队，也提出说要支持废除红十字会法哦，那保留红十字会组织哦，让它回归到人民团体法，还有公益劝募条例等规范哦，跟国内其他的那个人道的组织哦适用相同的法规哦。那对这样的一个主张，我个人也表示支持哦。那以下几点意见哦，第一。不合时宜的法律本来就应该予以废止了。我想说，民主法治的国家，随着时代潮流的一个演进，国家社会的发展，等等状况，那代表人民的国会，本来就可以依据实际的需求、实际的需要，以及一些恒平性的原则，等等因素，来制定或者修改新的法律，甚至废除法律。那个人有去统计，根据立法院国会图书馆。那个立法统计的资料显示哦，立法院从民国37年5月15号第一届第一会期啊，到现在第9届第一会期，哦，统计至今年的5月27号，立法院总共制定通过了4815个法律案，哦，但同时也废止案也有659个，哦，也就是说法律也可以说是说法律哦，它是可以废止的哦。那另外根据
中央法规标准法第21条，第一项各款的规定，那基于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话，法律是可以废止的，比如说那个21条第一项的第4款，同一事项已定有新法规或公布或发布施行者，我想说红废组织法，以目前有人团法有劝募条例这样的规范，是可以来予以废止的。那至于说红十字会前总会长陈昌伟律师在投诉媒体表示说废红十字会法有违宪之余，以及现任总会会长王琼认为说废红十字会法台湾将成为国际笑话，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是言过其实了。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社会，很多争议是可以讨论的。其实就算立法院通过废止红十字会法，那为了要让它很顺利的去接轨其他的相关法规，以及这个组织的一个过度的调整，我想立法院国会也会做成一些附带决议，比如说废止生效的一个日期可以定在1年或2年后，还是说要求主管机关卫务部去协助相关事项等等相关的配套措施，未来可以让红十字会变得更好，变得更有公信力。那红十字会总会为了这个争议，在5月23号也提出一个说帖，洋洋洒洒列了18点文字的说明。那个人把它读完之后，认为红十字会的解释或假设，好像认为说几乎都没什么问题，对外界的质疑都认为是子虚乌有。但我个人认为说红十字会真的一直都是历史悠久，贡献很多，单纯的国际性的组织吗？个人也不以为然。其中一点，比如说红十字会事实上它并不会是 IFRC 的一部分，那我认为说应该要以实际的地位来立法的。我想说在很多的说明里面也会有。第二个是转型正义，我个人认为转型正义，就是说台湾现在很强调这个转型正义。那第一轮时间也到了，是好，那我先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我们田讲师的发言。接下来第二位我们邀请的是许慧峰主任。好，主席啊，还有各位来宾，有位缺的专家，大家早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针对这个表达一下我自己个人一些浅见。那在参与这个公听会，我特别上了红十字会网站哦，平常不太认上去看了一些资料哈。那我看到首页也看到王前部长，他都写了一封有关这个红十字会的一些发展的回应哦。那在这据这个他的一个文章里面，我看到一些跟今天讨论地方有相关问题，我也在此做一些引用哈。那其他提到我们说红十字会是不是正式会员，事实上，在王部长的里面有提到说，事实上我们虽然1949年签这个公约，但是当时没有批准，也没有国内法化，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刚刚前卫的学者提到说，这个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啊，这个我们事实上这个在他的席次已经被中国大陆完全取代了哈，所以我们现在事实上并不是他的会员，我想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争议的。那我必须要提到说，今天我们讨论他到底废法或者修正，我们都肯定红十字会在过去历史上的贡献。那应该是说，我们从说怎么样让它能够发展的更好，废法跟修法事实上某种程度都可以解决问题啦，我想是这样。只要是针对现在既有的问题，好，虽然红十字会法在民间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是不是戒烟时的特权啊，或者说是不是担任这政府单理监事是民审是门审或是万年会长，我想在王部长这边都有提到民间的一些质疑哈，他认为就是子虚乌有。当然我们相信说有些报道不一定有真正的被确认过哈，这一部分我们还是有待实际运作或事后再去了解。但我要说的这个概念性的问题，就是废法跟修法到底好处跟坏处在哪里哈。那今天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因为中华民国特殊情况，我们很多国际公约是没有办法成为真的签署国，那我们也都基于尊重国际法精神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想都是肯定的，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要思考，就是说我在比较的所谓红十字会法跟我们现在人团法，事实上确实有若干是跟现在人团法是不符的哈。那我们举他的这个第一条，1950年奠定的，我们是依照政府签订的国际红十字公约，可是事实上我们后来因为1970年情况嘛，所以这个前提事实上已经有不存在的情况。
我们事实上已经不是国际法主体，我们没办法签约哈。所以说，在1954年这个第一条就现在就是有问题了。好，那第二就是说，到底他我们提纲里面有提到说，到底会不会独立于政治政党之外哈？那我看了一下，所有的民间团体不会有政府组织的官派代表，我们有七席哈，有七席。那所以这个虽然说是国际组织，那么相对国际组织又福伦社、青少年社组会，那国际特色组织哈，基本上他们都是依照台湾的人团法来做登记啊，做登记。所以第一个当然是废这个法，并不代表红十字会就会走入历史。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哈。我想它还是有它一定的功能，所以还是可以透过现行的法治体制之下去做，去这个内政部做登记嘛。我想红十字会本身它也是要受政府机关的核准嘛。但是我们就说，如果有政府代表，当然就很容易有这样，是不是有官方色彩，会不会有政治的操作的这样可能性，或甚至被质疑说是万年会长这样的问题哈。我想，像我知道陈昌的前会长，我看了一下网站，好像是担任12年了。所以红十字会对一般人的话有个差异，就是一般人的话事实上里监事都是任期2年，虽然人的话规定最长可以4年，但是红十字会直接就规定是4年了。我想这点跟一般人团法是他把这个任期年限拉到最高，那有没有这样特殊的需求，这必须要讨论。再来就是说红十字会法他这个开会是我看这个总会是2年一次，一般人团法你至少多少社团都要至少1年一次，所以这样的监督机制会不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个我看到有些那文献，但是不我没有经过确定是不是确实属实，像荣誉会员，这个红十字会有荣誉会员，那荣誉会员我看到这样说他可以参与选举哦。那这个时候用我们的法律概念，荣誉会员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参与选举的。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恐怕也是跟人团法我们讲现在民主法治精神是不相符的，不相符。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如果这个我们刚刚讲民主法治从一般的这个平等的角度来看的话，红十字会法相对于其他的慈济团体或其他我们宗教团体或这个基督教，事实上在现行民主法似乎没有特别理由说必须要用个专法来加以规范。哦，那专法它是威权体制，当然它当时有一些时代任务，你要追溯到最久到这个1908年，就是民国成立之前就有存在，它有一些历史时代任务，但是现在它的功能事实上或许已经转变了。那即使说废了这个法之后，并不代表它的功能啊就会怎么样，就会丧失嘛。我想这个，那我们只是说废法跟修法本身，那当然它跟转型正义到底有没有关？直接讲，我们在想说这个做公益，然后怎么转不转型正义？那红十字会确实也没有所谓迫害，我们所谓转型正义说过去威权体制之下有某些人被迫害，或者获得一些不当利益。那当然红十字会早期是有接受政府的一些补助，哦，那现在有没有我不清楚，但早期我看到文献是这样哈。那么它跟转型正义的差别在哪？我想啊，我仔细想，或许跟一点有关，就是说我们说了人民团体是平等的，那么政府对人民团体监督也是平等的。那你红十字会有所谓官派代表的情况之下，到底他是官员直接进去监督这红十字会呢，还是有官员存在之后这个红十字会无法监督他呢？哦，就所谓门神，到底他是实际说我们当然一般的团体当然政府也可以监督，那监督效能好不好是这样回事。但是红十字会直接明文让官派代表进去，到底是加强他的监督，还是反而让其他单位不敢监督？我想这是社会可能吃的一点。还有就是他的选举方式不是从最基层的各部分这样选上来，那我想那个陈昌前民主党也提到说由上而下管不动的现象，而且趁着修法，我想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那是我简单发言，如上，谢谢。好，谢谢许慧峰主任的发言。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谢英时律师。主席还有在座各位参加公听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我叫谢英士，那同时也是红十字会的顾问。那么今天参加这个公听会，对于这个主题，我先把我个人的意见先跟大家分享，也请各位参考。也就是说红十字会的存在到底是不是跟现在主流的国际的这个人道组织的运作相符，以及刚两位先进哈提到的这个转型正义的问题，我想针对这两点来先发表意见。我们自己是环保团体，那么努力的想要参加国际组织而不得其门而入，
有，好。那么比如说我们参加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组织，我们基金会是观察员。那么从1971年之后，其实这个情势就从来没有变过，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的努力。就像刚刚去参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林部长一样，所以台湾的处境，台湾的处境是一个现实，但是不影响大家在努力，包括人道组织。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有关转型正义，我不能说非常了解转型正义，我自己是5年级生，应该也经历过那个时代。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转型正义有非常复杂跟深邃的内涵。那么我只能用别人的研究来稍微给大家参考。这个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但是是很年轻的一个哈佛的学者，他叫 Cherry Kaufman。 他在今年刚写了一本叫做《美国的法律跟政策对于转型正义的影响》，他考虑的是美国对于其他的国家的影响，比方说像以前的日本、以前的德国，还有现在的叙利亚等等这些国家，还有甚至包括很多非洲的集权政府，这些国家都有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那么这些国家不管他是不是有民主转型，他都碰到转型正义的问题，然后他深刻的检讨到底这个跟美国有什么关系。那这就让我想到说这个台湾的问题。在这个 Kaufman 的书里头，他讲到七种这个转型正义的方法，你可能作为或者是不作为，你可能就加以起诉，你可能把某些人就抓去关，那么你也可能用一些致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么跟我们今天红十字会讨论的题目稍微有关的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叫 lustration， 我把它翻成政治进化，就是说我们执政以后的人，因为某些人过去的政治立场，某些人过去的政治结盟关系，他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把它排除掉，这叫 lustration。 那 Kaufman 在书里头提到，即使是依照美国法，像这样的 lustration， 很多国家在很多转型国家都看得到，用各种理由把某些人从所谓的过去的政治结盟关系把它排除掉，这个是在道德上跟法律上都是有问题的。他甚至讲这是违反美国宪法第一条，言论自由的保障。那我们的相同的这个宪法第七条，其实也有讲到说，我们不分男女、宗教、种族、性别等等党派，一律平等。所以，我想在谈到红十字会是不是应该用废法的方式来实现，或者是来进行这个所谓转型正义，我想这个背景以及这个可以说是现在的美国的反省，应该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台湾现在是105年，跟我们40年前、50年前的历史非常不一样。有关转型正义，可能比方说不当审判、戒严时期不当审判的补偿条例，有非常多的受害人，他们用这个方法，在李登辉总统的任内吧，还是陈水扁总统任内，用这个方法去转型，还有戒严时期，还有白色恐怖。那现在红十字会的这个问题，刚刚两位这个前面发言的前辈提到的这个红十字会的所有的问题，我在想，我如果把它理解为比较正面的，我们的政府官员如果是当然的理事，为什么政府官员想要改革的东西不能带进去红十字会改革？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认为说红十字会现在运作的不好，选举制度不好，哪些人不好，为什么我们七个当然理事不能够进去把它改变掉？现在的红十字会法本来就有。那刚刚讲到这个红十字会的标志，我认为是蛮大的一件事。世界上各国都有专法，这个我不用赘言。当有一天我们自己认为的所谓的普遍性红十字会的标志满街跑，真的假的，有没有公信力，是不是跟政府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跟什么对岸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
然后列了好多好多红十字会的标志在路上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景象。真正的红十字会精神是人类的，可以说是人类的文明资产的重要的这个保障。红十字会的保障应该是用修法的方式就能够解决，这样的人道精神应该可以 把它继续发挥出来。这场第一轮的发言我想先到这里。好，我们谢谢谢律师的一个发言，接下来我们请徐孝慈处长。主席、各位与会的政府官员、立委还有学者专家，大家好。我今天主要想针对的发言的主题是红十字会的国际性，它的一个国际实质的这个参与跟投入。刚刚有几位学者专家都提到，外界有这样的说法，好像台湾的红十字会呢并不被国际社会承认，也不是国际联合会正式的成员。但是我想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一个更精准更精确的一个理解，应该是说的确我们从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以后，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在国际联合会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地位呢，确实是被对岸所取代。但是从那个时间点以后，我们仍然实质的参与国际的赈灾以及相关的一个活动，那从来没有自我退缩。同时呢，我们更可以说，其实非常确认的，我们实质上面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员跟积极的参与者。这个部分我们实际参与在其中，所以有很深刻的一个理解。那我想我们这边今天是用我们有做一些的这个投影哦，像各位可以看到，我想这只是一个文件上面的一个证明，这个是国际联合会在台湾921地震之后跟我们所签署的一个正式的合作协议书。那这个合作协议书呢是当然我们签署的这个名字是台湾 Red Cross Organization， 那签署的对方的这个对象就是 IFR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那接下来还有几张的可不可以麻烦就是秀一下那个图片，包括我们历年来跟巴基斯坦还有缅甸、斯里兰卡、南洋海啸等等，到这个最比较近的2011年，我们跟日本赤十字社签订的针对31日本大地震的签署复原的重建计划，这些都是一个白纸黑字的一个文件。那明确的可以证明台湾的红十字会在国际上面有实质的参与和活动。当然台湾的外交处境是比较特别，所以我们在签署这些文件的时候呢，其实也用了非常多不同形式的一个名字哦，有包括台湾 Red Cross Organization， 也有台湾 Red Cross Society 的跟巴基斯坦的约是这样签，那也有使用过正式的国名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 夸胡台湾，但是这些都是在台湾现今的实质上面处境底下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变通。但是我们的确在历来的国际赈灾行动上面和国际联合会以及各国的红十字会有实质的这个参与跟互动。那当然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呢，不光是把台湾的爱心输出到国际，那可以往下面走。好，这个是日本31地震我们的一个很具体的原件成果。先前很多人批评我们日本31的款项没有及时的播出，那事实上我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和日本赤十字社到每一个受灾视听去深入了解他们所需要原件的项目。那我们的具体成果其实在荧幕上可以看到，那特别这个有一张照片，大家如果了解办这个字在日文里面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字。那这样的一个石碑呢是当地受灾的这个宫城县南山路厅，那他们主动所制作的，为了感谢台湾人民的爱心的奉献，所以在我们宫城县南山路厅医院完工的时候，他们特地由厅长还有当地的厅政府做了这样的一个石碑，中间是大大的一个半字，那左右两边是中华民国的国旗以及南山路厅的厅旗。好，再下一页。
那这个是我们参与南洋海啸十周年的一个国际会议的一个成果。南洋海啸发生在2004年底，这十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参与，那也受邀去参与十周年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回顾。再下一页，这个是最近我最近有听到外界有说，好像台湾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啊。我们一直讲说战争的时候红十字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其实台湾并不是，台湾也没有办法援助到国际的难民。我在最近的媒体还有一些节目上面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台湾以红十字会来说，我们在去年开始针对叙利亚难民做了街头募款，那同时到今年三月份呢，这个募款活动结束，对不起，到今年三月份我们的执行成果结束。那同时国际联合会也 给了我们一份的专门针对我们援助的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快，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 donor name 就是 Taiwanese Red Cross， 它很明确的记载在我们跟联合会合作的一个成果报告上。那再下一页，刚提到不只是我们把台湾的这个成果跟台湾的爱心援助到国际，事实上当台湾发生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也透过红十字会这样的管道非常及时的向国外去传递灾情。那这个是国际联合会里面的一个内建的系统，它是内建的，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它的伙伴，我们不是它的一个实质参与者，我们不会在这个系统里面。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及时的灾情去分享给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请在下面，那这个是我们在去年八仙城爆的时候，日本赤十字社，那我们因为卫福部食药署这边也有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相关的医疗的物资，主要是人工真皮，那我们非常及时的，那也跟各国红十字会呢请求协助，那获得日本赤十字社的一个及时的帮忙。那当然还有包括新加坡政府以及大陆的中国红十字会所提供的一些医疗物资的一个协助。那对不起，我再利用一点点时间这个是2006最近发生的南台震灾，我们及时的把讯息呢抛给了国际联合会，在国际联合会的网站上面刊出了台湾红十字会在2006南台震灾所做的一个援助行动。再下一页，谢谢。这个是在他们总共刊出了四次。这个是在另外一份的 Situation Report 上面。同时从2006地震发生以来，我们一直不断的接到国际联合会打电话询问关心我们的灾情，主动要帮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状况 PO 到整个网页上面，让其他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能够了解。那这个是美国的 AIT 的这个唐若文执行理事来实际来看访我们的这个2006震灾的一个实际的作为。所以好，我这边第一轮的发言，我这边想总结就是说，虽然我们在法律上面事实上没有错，目前并不是国际联合会正式的会员国，但是这个就跟台湾的外交处境一样。不能说我们今天不是正式的会员国，我们就不能够往这边迈进，我们就不能够建立国际的连结，然后自我矮化。那这个是我目前第一轮的发言，我第二轮还想就日内瓦公约的部分再做一个补充。好，谢谢。好，这个谢谢徐处长的说明让我们看到就是事实上红十字会跟国际红十字会有实质上的这个联络的关系，跟实质的互动，也想办法把台湾的资讯带到国际哦。谢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是我们邀请的是陈世奎前秘书长。那如果要继续第二轮发言，欢迎来前面这边登记。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红十字会的前秘书长，在2008年到2010年，我担任秘书长。那我也是红十字会台北市分会的终身的会员，那也是受过红十字会急救员训练的急救员志工。那么，我想我今天我的论点是希望说我把我过去的经验来答复在外界有很多的质疑。在我的任期里面，我经历的南亚海啸的重建期，那也经历到缅甸的风灾，那个 Nargis 风灾，经历到512的这个四川大地震，也经历到88水灾，我们莫拉克风灾的这个发生跟重建，
也经历到青海的玉树地震的青海玉树的那个地震，也经历到海地的大地震。我想这几样事情我全部都有参与，所以在参与的过程里面，我想做一些说明。很多人在质疑说红十字会的钱怎么用，但我们每一次的募款，我们必须做这个重建的计划，或是说募款自用的计划。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比斯风灾发生的时候，我们大概在募了5000多万，这5000多万我们如何用在缅甸？那这个我们在缅甸，我们可以把这个钱全部捐给缅甸的红十字会，或是说我们捐给某个机构让他去运用。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做，我自己亲自到缅甸跟缅甸的红十字会的会长，也就是他们的卫生部的部长，跟他谈我们的重建计划。后来我们同意在那边建了3个学校，那挖了65口水井，因为当时那个是风灾的时候，它的水井已经被盐化了，我们挖了65口水井。我到那个学校去勘察学校校址，我们搭了2个钟头的车子，搭了1个多钟头的船，还要再走45分钟的陆路，全身湿透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个一个学校看。我们派我们的同仁一个一个水井去看验收，看我们的水井是不是真的有挖出水来。我们用这样的执行的方式，在5.12川震的时候，我们募了16亿，这是16亿的善款，我们怎么支用？当时我到北京去跟中国红十字会的谈，他们希望我们把钱当作一个盘子，跟港澳台还有大陆一起来重建。我们说对不起，我们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做法，我们希望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每一分钱用在真正的灾民身上。这也是说我们联券非常强调的一个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我们的问责这一部分，我们的责信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做到。所以我当时坚持说我们一定要有重建计划，我们才来做这个整个的拨款的计划。那这16亿我们花了，这个我们总共在这个大陆呢，我们建了44个学校，43所卫生院，再加一所那个残疾人康复中心，在这个阿坝州的残疾人康复中心。我们给他怎么钱怎么拨用？我们跟他签约的时候给第一期款，开工给第二期款，盖好第三期款，到全部完工启用第四期款，我们用这样付的。我们的钱一分一毫清清楚楚。那这是为什么说我们的钱我们不愿意一次付清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保障说我们民众的捐款我们都用在是应该用的地方去。当时在五一二川震的时候，我们国内有某一笔捐款3亿多，就直接捐给大陆了。那我们知道那个钱到哪里去？事后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盖的44个学校，我们全部在那边，甚至我们在盖的过程里面，我们派了4个监工，还有我们2个工作人员，在那个在甘肃、陕西跟四川不停地在每一个工地看，要求他们说按照台湾的地震规范来建好房子。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担心在下一次地震的时候，他这样子的这个重建房子会不会也受到损害。后来雅安大地震，我们的重建的房子一点都没到损害。为什么？我们要求我们所有的钢筋要按台湾的讲法要估筋，按照我们所有学校的围栏杆，我们不能用短柱的一个，不能要接触，就是避免短柱效应。这个都是我们带给他们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严格的要求，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做法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捐款者放心。同样的，在88水灾的时候，我们跟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族群，我们跟小林村、跟来义、跟泰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谈。跟他们谈说我们要如何重建，那把我们的所有的钱一个一个放进去，甚至我们还特别支持当时的内政部，因为当时灾民从山上下来，内政部是说没有这个临时的那个救助款，要求红十字会先支应。我当时要答应的廖部长，这一口答应，我们付了将近4000万的钱。然后第二个，当时在军营收容，当时的这个军营收容的时候，我们的公部门没办法及时的做好采购作用，第一个月的便当钱是全部红十字会付的，我们付了900多万。我们为什么讲这些事情？红十字会跟其他的社团有什么不一样？红十字会其实有负担很大的国家责任，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暂时的服务，这个在其他任何社团是不可能取代的。
在两岸关系严峻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也在那个马祖执行过两岸的见证遣返。全世界有三大国际社团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第一个是联合国，当然我们都知道；第二个是国际奥会，我们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第三个就是红十字会，我们很遗憾被取代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IVRC。我跟各位讲一个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在吉隆坡 ，IVRC 在吉隆坡有个备灾仓库，这个备灾仓库是给东南亚地区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都第一时间把备灾的仓库的这些救济物资送到这个灾区去。这个灾区总共有五个国家，原来有五个国家捐的这个救灾物资是美国、日本、英国、西德跟瑞典。第六个国家是哪里？台湾。我们跟国际也没有连结，我不用多说了。那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个各地的救灾，我们一直穿着这件背心。这件背心是从我们红十字会传海啸时候穿的，上面挂的就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我到大陆我也穿这一件，在北京我也穿这一件。但是我想各位看看我的背面，我背面是台湾 Red Cross。我们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对不起中华民国；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对不起台湾。今天大家要拿刀子砍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这些终身的志工。我跟在座的建奎，我们几个都是救灾一起的终身志工。我们只是觉得心里好痛，一直想掉眼泪。我们这样的为国家、为台湾在办事，为什么要拿刀子这样子砍我们？我真的很想掉眼泪，抱歉。好，谢谢，陈世奎秘书长，我听了很想掉眼泪啊。这个政治放一边哦，人道救援放中间了，不需要这样子把一些政治化的议题拿到这边，就是对一个人道救援组织要拿刀相向啊。好，来，接下来我们请陈文良培训总监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国际联合劝募组织大中华区的培训总监，之前是联合劝募协会的秘书长。那参与公益劝募条例从2000年的时候草案的讨论，一直到2006年，那么正式通过，以及最近那么修法，在最近这5年讨论修法的时候呢，都参与了，之前是内政部社会司，现在卫生福利部的一些公听会跟讨论。所以今天我想基于一个在公益领域工作18年，同时目前在国际组织担任职务的经验来看，那么我国的红十字会这个修法或者是废法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我非常支持，就是红十字会是一个公共化的，从刚刚的报告听起来，它是一个公共化的组织。那有一个专法，它在国际社会里面是能够凸显出它具有准官方色彩的一个地位。这个在国际之间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你把它一般化了以后，会在特别像两岸之间的互动，那或者是你跟其他国家的互动，会没有办法跟人家平起平坐。所以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不应该轻言废法。那刚刚前面两位也都实质上从具体的证据看见啊，那我们跟其他的那个国家的组织的互动，还有跟国际红十字会总会的互动都有证据的。所以网络上的一些传言说我们已经不在名单上，那就是这瞒天撒谎。那我觉得从公益组织的角度来看呢，这是跟事实不符的。我们也不是联合国的会员，联合国的名单上面找不到我们的国家，但是难道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吗？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应该不需要多讨论的。另外关于专法是不是等于特权，我觉得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我们那个 PowerPoint 上面的一个例子，很多组织都有专法，专法它有它的功能性。那在红十字会法来讲，它必须跟政府密切的保持合作，所以它有一个专法，
那么让政府的各部会代表在红十字会里面担任职务，这是能够让一个国家在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能够充分动员各种资源，所以它跟我们一般的公益团体不一样。有的国家比如说像联合劝募，有的国家有联合劝募法或者公益金法，那是比如说我举韩国为例子，他们的国家为了要让各种不同的公益组织能够顺利运作，他甚至把联合劝募的活动设立一个公益金法。那你说这是不是特权？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国家关于这个部分的活动快速的发展，然后呢同时他接受国会的监督。所以我常常开我们那个韩国的秘书长玩笑啊，就是说你比我辛苦，因为他必须去韩国的国会列席报告。可是这就是每个国家决定你的公益组织的发展选择哪一种类型好、啊、来进行。那我是非常赞成说这个红十字会法要修法，因为呢它的组织架构里面是用民国43年的时候中华民国宪法的范围来界定的，所以它有这个总会，有省分会，有县市支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台湾放起来，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是有一点伟大不掉的。哦，我是非常赞成这个要把它修掉。从一个公益团体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太复杂。如果能够把它修掉了以后呢，单一法人化，所以总会对于地方上的这种组织跟管理上面能够更顺利。那台湾的民众对于红十字会的角色会更切身。我举我在美国的那个同事们的例子，美国的红十字会跟联合劝募在很多地方上发生事情的时候是明确的分工的，所以过去这10年我们跟红十字会之间的互动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分工。像88赈灾的时候，联合劝募就最后决定我们不募款，那么打电话来要捐款的人，我们请他们捐到红十字会去，因为救灾救难是红十字会的专业，但是资源的公平分配是联合劝募的专业。我们希望在国内能够也有这样的一个合作跟分工的默契。那国外的红十字会，它会让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人手上都拿到一个如何救灾备灾因应灾害的这个基本知识，那他的国民呢都有类似这样的知识。我觉得台湾的红十字会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加强的空间，所以修法能够让红十字会更展现它的一个效益，然后把我们一直讲的这个是不是红十字会跟国际总会之间那个 logo 啊，是不是冒用等等的，把这个事情呢，把这个品牌化，运用一些新的工作方法，让民众有感觉。好，因为这次牵涉到台湾的公益发展阶段的不同，在一党独大的时代，很多事情是国家主导，所以它的工作方法有点准政府的组织，可能久而久之会给民众一个印象说你好像是一个很官僚的组织，但事实上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改变做得更切身一点。所以工作方法上如果让民众有感，我相信其实它不是一个需要废除的法律。所以我在第一轮发言最后呢，我希望表达的是红十字会这种人道组织不应该是蓝绿的战场，可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万一不幸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需要红十字会。谢谢。好，我们谢谢陈文良总监的发言了。我想这也是大家要认真去思考的，在废法跟修法之间到底哪一条路才是对整个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未来跟国际的连结的发展，未来对于人道救援或者是万一有战争情况的时候，会是一个真的对台湾最好的一个情况，大家要深思熟虑啊。接下来我们请赵国才教授。谢谢召集人，各位委员，各位先进。那我本人只报告两点，一个是因为我是在外交系教书教了29年半，现在还在教到30多年。那里头呢，主要是教这个国际法啊，国际法。那国际法当然包括国际人道法。
所以我们看这事情必须要从国际的观点看，不是从除了从国内的观点，还要从国际的观点看。就是你非法容易在订立新的法律取代的旧法而被国际承认，没有可能性，就等于断交，断交容易建交难。那断交你说断就撤回来了，那要建交嘛，十倍的钱都建不了交。就中华民国现在他的，我们现在台湾是中华民国了，他主要这红十字会他不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前他就存在，他清朝就存在，清朝光绪1907年他就存在，所以他是先于中华民国而存在。那中华民国因为当时存在，因为是两边作战打仗，外国人觉得这中国人受害的没有救难的机构援助，是外国洋人成立的，那我们继承下来。那这个里头它的特殊的功能，它特殊的服务的功能，它战时救难救灾救伤病兵，那这些在战争时间它非常重要的。昨天美方才跟我讲说中共的潜水艇已经到了台湾领海之内，核能潜艇。还有在中共，你要看外电的报道，中共的飞机最近不断的它战斗机过入领空，报纸上没登。那这里头呢，那红十字会它更显得重要。那里头我们讲一点呢，就是八仙乐园灾变的时候，那国内需要很及时的要需要大批的人造皮肤，但是找不到，没办法买得到，所以只有谁？只有红十字会，透过红十字会的管道，在国际上，那其他的国家能够援助的人工，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人工皮肤啊什么都来帮助这台湾受害者。所以这一点呢，是不是任何一个机构，他平常或是你新成立的，就可以取代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所谓转型正义。转型正义主要是在最早是南非，南非当时搞的种族隔离政策，白人跟黑人不住在一起，教育不在一起，居住不在一起，白人住的白人区，黑人住的黑人区。一到下班黑人区都要走，所以转型正义因为它是歧视性的，它有这不公义，所以要公义。但救灾救难救伤病兵，不发生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它这个存在就是当时候红十字会的存在，是因为战争的时间，当时这个德仁他看到受灾的伤兵没有人来救援，所以他提出来人道的救助，就是说救援不分国籍不分敌我，他就救灾救难，所以他不人道救助，他不分区界， 没什么转型正义，等慈济一样，你说发生什么救灾救难大慈大悲，这不发生转型正义的问题。那所以我讲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个我们看这事情必须从国际上看，然后呢专法的问题，这国际红十字会它特殊的情况，这专法不是我们所有的，你看呢 Royal Charter of the British Red Cross Society 或是 Congressional Charter of the American Red Cross Society 跟日本红十字会或是韩国的 Organization Korean National Red Cross Act， 它都是专法，因为它执行的是公权力的部分公权力的功能。因为你发生问题的时候，救伤兵、救助伤兵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私人企业和私人慈善机构的问题，这是国家的问题。所以我们考虑这问题，必须要从国际眼光。红十字会的存在已经存在这么多年了，它的 connection， 它跟外界的接触都很久。那国际上也承认，美国、日本等国
救助台湾，包括中国大陆救助台湾都透过红十字会，所以这一点呢，各位必须要考量。你要除掉红十字会，它后果的严重性，就是说那分会总会不存在，分会怎么存在呢？那你分会存在，能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就等于你改国号一样，就中油公司，你为什么不改台油公司？改了是几百种的契约要重新订立，所以这个必须要慎重考虑。谢谢各位。好，我们谢谢赵教授的发言。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红十字会的王建奎志工。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大家好。我是红十字会的志工，我参与了非常多的救灾和的事务哈。那从1999年的海地震灾，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决定参与国际人道救援，于是通知了救灾队员动员集结。我们手持的中华民国的国旗与红十字会的会旗。途经旧金山、纽约、多米尼加，所到之处都会听到“台湾加油”、“海地加油”跟许多的掌声鼓励。我们经由多米尼加进入海地的时候，传闻海地监狱由于地震的关系倒塌，人犯四处流窜，而当时海地的物资是极度的缺乏，我们却载运了许多的物资，因为我们的人员众多，需要的食衣住行都非常多，因此随行的司机就是多米尼加的司机，基于人身的安全考虑，拒绝进入海地。当我们进退两难的时候，国际红十字会联合会，也就是所谓的 IFRC 的车辆经过，看到我们车上挂着国旗跟红十字会的会旗，好奇的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知道我们的困境之后，主动的和司机协调，并且告诉我们，如果真的司机不愿意，大家挤一挤，一起进入海地。当时国际红十字会联合会 FRC 告诉司机说，海地并没有外界的传言的混乱，因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在维护治安。利用这些资讯和司机沟通之后，我们才得以顺利的进入到海地。国际红十字会联合会的人带我们到联合会的集结地，并且告诉我们，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联络他们，并且寻求他们的协助。我们因为参与了这次的人命救援，和国际的搜救队一起合作，所以我们转往了太子港的机场。以这次的经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不但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纳，并且和各国的搜救队并肩合作，这更代表了台湾人由人道的接受者转而成为输出者，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国力展现。能代表此次台湾红十字会参与的国际人道，是我毕生的光荣。而如今我们要被国内的政治现实抹煞在国际上所做的努力，让我们这些志工情何以堪。第二，我在讲到国内救灾的经验，从921红十字会的志工和专职人员维持了紧密的联系，并且达成随时待命的机制，不论灾害在何时偷袭台湾，红十字会的志工第一时间整理装备，用最快的速度集结出发。这群来自各阶层的志工总是放下手边工作，为人道尽一份心力。921之前，红十字会就参与了国内无数的灾难现场。台北在汐止还淹水的年代，红十字会的志工在台风夜前就会在地方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成立的前进指挥所待命，随时为救援国内民众而努力。96年克洛莎台风造成阳明山的房屋倒塌，造成人员受困，红十字会的志工赶赴现场，和台北市消防局进行人命的搜救。98年莫拉克台风，红十字会的全国的志工第一时间赶往高雄，不论是水域
淹水时间的救援和后来的重建红十字会的志工没有缺席。99年梅基台风造成苏澳淹水，我们最先是去救援水灾，前往到达了前往那个苏澳救援。晚上11点的时候，接获宜兰县的消防局通知，希望我们能够配合国军的特战兄弟前进苏花公路，协助受困民众。100年花莲军机失事，救灾队前往东澳山，希望能最快时间搜救失联的飞行员。102年苏力台风，救灾队运送物资前往宜兰，由王会长亲自压阵送给受困的民众。104年复兴航空失事，救灾队进行人命的搜救。106年台南震灾，知道台南永康房屋倒塌，在天还没亮，红十字会的志工就动员前往救灾。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始终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挽救生命，则帮助重建。只有红十字会，只要有灾难，红十字会志工绝对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无论运送物资或人命搜救，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与志工永远没有缺席，也从来不问被帮助者你是蓝色还是绿色，也不管你的宗教跟肤色，我们只关心受困者的安危与需求。我们很骄傲地说，有灾难的地方就有红十字会，有红十字会的地方就有希望。配合政府的赈济救灾，在海地赈灾的时候，有一群中央大学的就读海地籍的学生寻求外交部的协助，他想把募来的物资送往海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接受外交部的委托，前往学校运送物资，并到仓储打包运送到机场。南亚海啸、菲律宾风灾、汶川地震与雅安地震、日本311地震、宁波尔震灾，只要政府机关有需要，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就会派出志工协助政府整理收集来的物资，运送到需要的国家。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道组织。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拥有台湾人为善不欲人知的美德，但我所认识的专职人员与志工都很认真的做事，并且无私的奉献人道工作的无名英雄，我以身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志工为荣。谢谢各位，对不起超过时间，谢谢主席。我们非常谢谢王建奎志工，我们也非常谢谢您站在第一线服务台湾人民，而且把人道救援输送到国际上去，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请简正顺志工。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先进，我是红十字会的志工，我叫简正顺。那今天很荣幸来参加这个所谓公听会，因为心里也卡卡的，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在我身上，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说今天会站在这边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讲一下话，讲一下我的心声。首先我对之前那个田老师不好意思，我也是50年次的，我是五一的。那你刚才讲的那个所谓黄老邮票什么那些，其实我也是一个真卡囡啊，我倒是站起来，以前我咧读册的时阵，我咧学杂会，我还过分级交，交到迄老师会去阮兜甲咱讲，你也紧来交迄落迄落交迄个注册费啊咧，啊无到时也免读要安怎？啊，我倒啊厝的无钱散车。虽然说我们很想去帮助别人，有这个心，但是其实黄老邮票他不是强迫的，他没有强迫的，他只是说，虽然老师有在讲这个事情，但是无钱，我都无钱，你要叫我哪去买？我不可能去买那个物件嘛，但是说，在我们小朋友的一个立场上，就他会有一个让我们一个心有一个种子在那边。等到哪一天我们如果有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接着我们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今天来到这边讲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专法的汇存，其实这个对我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我也不知道说这个汇存到底会有怎样，但是。我是以一个志工的身份来这边讲一下我在红十字会这十几年，这十几年在红十字会所看到的，
啊所做的一些事情。那刚才我们那个建奎大哥，他是在这个救灾队，他比我还早在里面，所以他有参加一些国际上的救灾的，他可以认识一些到国际上的一些红十字会的单位。那我因为可能才十几年而已，没有办法到国外去，但是毕竟在国内一些重大的灾难我也都参加，比如说他刚才讲的美济台风啊，我们是第一时间啊赶到那个苏澳公路过去，再来这个南澳山那边的金鸡失事，再来还有个最近的那个06的那个台南的那个房屋倒塌的哦，其实我们也都参加了。但除了这些以外，那我们在我们那个红十字会在会长的带领下，我们还做了一些其实政府不大想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有一群人在做一件真的是政府不大想做的事情。一件事情如果说你做了一次或做了一天的话，也许说哎这个事情我在做，但是这个事情你做了也许100次了或做了几年都同样在做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啊。那从在红十字会这边我接触到所谓身心障碍者啊这一方面的，也不是说很专业的知识，但是我接受到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从7年前快8年了啊，我一直在从事于这个身心障碍那个游泳复健教学啊，这个在红十字会的那个帮助下，我们一直在从事，从每一期的啊每一年的两期，将近服务到差不多快有500人次，每一年差不多500人次，那服务了将近七年了，啊，将近七年了，快八年了，总共有3-4千人次的那个身心障碍者在我们跟他一起在所谓做一些游泳的复健。其实这不是代表我们伟大或干嘛，只是说有一些事情，红十字会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在补足政府啊，他不想做或也许不能做，或也许他能力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疑虑。那红十字会他理所当然的本着博爱、人道、志愿服务的精神，他就通通的把它承揽下来。但是，最近因为改朝换代了，所以说也许能力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但是我相信，在红十字会做志工的人，就像刚才建奎那个学长讲的，没有人有能力有肤色的差别，只有本着一颗热忱服务的心，为我们这台湾人民来服务。我不知道说，与会的所有来宾知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对岸，你们讲的老共，他们怎么利用红十字会吗？他们利用红十字会去扶贫、去赈灾，全部用国家的名义。但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者一些的民意代表，他不会利用红十字会去做为国家做宣传、做广告，而是一面的打压，以为红十字会只有蓝没有绿，或者以为红十字会只有绿没有蓝，但是他错了，因为红十字会心中永远没有蓝绿，红十字会他的心中只有台湾的老百姓，所有台湾的人民。谢谢各位。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简正顺志工哦，说出基层志工的一些想法，在志工心中没有任何蓝绿的问题。本席也希望我们今天在讨论红十字会法的存废问题，把政治放到一边哦，我们单纯就一个人道救援组织，我们怎么样的修法，或者是有人主张要废法，到底方向上面怎么样才是对整个台湾未来的发展会是更有利的？我们必须是比较持平的来看待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请陈玉龙律师。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陈玉龙陈律师。刚刚听了许多这个前辈们的发言，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是不是搞错了今天的方向？我们是要废这个专法，而不是要废掉红十字会。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许是大家应该先厘清的一个
方向。那今天呢，我这个很简单的，我只从三个部分来讨论一下说，到底红十字会的存废、存与废或者是修正，它到底有没有实际上的意义。那第一个部分我先比较红十字会法跟人团法，第二个部分比较一下跟这个公益劝募条例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在综合了一跟二之后的这个结论之后，我们再来讨论看看说红十字会专法的存在是不是有所谓的正当的目的性。来下一页，谢谢。这个部分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表格的部分这个字比较小一点。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先看到人团法的部分跟红十字会法，它主管机关其实大部分是一样，这没有什么特别。第二个，它在设立的部分，其实红十字会法它在第二条的部分，它就说本法一规定就是一个法人。可是呢，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一般的老百姓，你要成立一个社团，你必须怎么做？我跟各位说，我们最近刚成立一个，很麻烦，从申请许可要开一个筹备人会议，吃了好几次晚上的便当，然后呢召开一个发起人会议，再赶快去订一个餐厅跟大家一起吃个饭，成立发起一个成立大会，然后一起再来报请这个主管机关核准立案啊，跑内政部啊，联合办公大楼，跑了好几次，这个 total 总共下来花了多少？大概要花个30万到20万，跑不掉，就是这个光筹备的会议。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先问，为什么在设立上面这个会有这个平等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厘清的。再来的部分呢，这也是其实一个最被诟病的部分。他在选举限制上面，红十字会法他说连选的连任，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可是在我们的人团法第20条的部分，对不起，你最多就是连任一次，就是这么一次而已。那再来的部分，当然他有一个官派的色彩，一般的人团法的部分并没有。那再来还有一个比较 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说解任的事由。红十字会法他并没有所谓说今天你如果所谓的会长、分会长、支会长这个部分你有什么解任事由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它解任掉。可是在人团法的部分呢，你如果丧失资格，你被逐出会员或者你被罢免掉的话，这个部分对不起，你这个理事啊，或是监事或是理事长就被解任掉。最后刚刚这个一开始这个许主任的部分有提到，在人团法的部分每一年必须召开一次大会，可是呢在红十字会法这个部分毫无理由，它是两年才召开一次大会。下一页，谢谢。这个部分其实完全都没有没有这个所谓合理性的差别啦。那再来的部分就是在决议比例的部分啊，其实红十字会法它这个部分的决议比例非常的特别，它是放在红十字会法的施行细则的第15条才说，这个部分我们普通决议啦，这个特别决议应该是怎么样。那人团法的部分它就很简单，27条，这两个条文其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放在不同的地方。那除名的部分呢，这个部分红十字会法它就说它可以依法取消任何会员的资格，可是呢在人团法的部分它说你必须要违反法令或是我们这个社团的章程、大会的决议，而且怎么样要情节重大，这个时候再加上大会的决议把你除名之后，这个时候你才可以除名掉。所以基本上在除名的这个过程跟程序上面，两个法律是非常不相当。那再来还有像这个所谓红十字会法，如果有代为开会的这个召开会议的情形啊，或是不能举行大会的时候，在人团法的部分，其实在30条、32条都有很明文的规定说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来下一页，谢谢。所以呢小结，我们这个把这个红十字会法跟人团法做了一个比较之后，你会发现红十字会法它有3种优惠。什么优惠？第一个，它的设立超级的简便，整个立法者就直接跟你说对不起，你就是法人。第二个呢，第二个优惠是什么？你可以当很多年的红十字会的会长，这个部分跟一般人团法非常的不一样。那第三个部分呢，它有宽松的大会召开期限，每两年才一次。那这是3种优惠。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红十字会法它有5种落后，哪5种落后？第一个，这个也许在某些人的眼中不是啊，就是它的官派的色彩比较浓厚一点。那第二个部分是怎么样？它没有解任的事由规范。第三个呢，它这个怎么样？它母法并没有规范这个所谓决议的比例，它是规范在施行细则。那第四个部分呢，它如果是代为召集会议的时候没有处理的方式，甚至是在你如果今天不能举行会议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解套的方法。所以在这些部分基本上来说，我们可以知道红十字会法是一个需要被讨论修正或者是甚至是废除的一个法律。来，那
也许时间的关系，我这个部分会讲得比较快。第二个部分，我们来比较一下红十字会法跟劝募条例的部分、其实在整个募款程序的部分，红十字会法它只要经过理事会的程序就可以了。可是呢，在公益劝募条例这个部分，我们刚好也处理过，也是非常麻烦。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表格，从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一直到第十九条来说，它整个其实公益联合这个公益劝募条例，它的规范是非常绵密、非常仔细的。甚至来说，我们还有看到它有所谓的行政法则。可是这一些部分，我们必须很老实的说，在红十字会法里面，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许我第二轮的发言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说，到底这些差异是不是足够让红十字会法单独的存在，或者是说我们就把它废除掉，让红十字会回到整个民间团体，跟大家一起适用这两个法律。那这个部分留在第二轮发言，谢谢。谢谢主席。好，我们谢谢陈律师的发言了。因为今天主管机关也在啊，待会与会人士譬如提到像类似劝募条例，是不是红十字会完全没有受到监督跟规范？这个待会主管机关也要一并说明哦。接下来我们请黄定律师。主席，各位先进，跟各位在报告红十字会法之前，其实我过去也是红十字会的救生队的队员。那我可以肯定，过去红十字会对于公益的事项，尤其在救灾救难，大家真的是出钱出力。尤其我们自己队上，大家真的是自己出钱，没有任何的薪资。这部分的公益的参与，我认为是必须给予肯定。但是对于专法是否存废，我认为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因为大家的公益付出，那因为这个制度的设计不良，而导致大家对红会有误解，对大家的公益付出有误解。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必须透过制度来解决。我们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最基本的理论就是说，你对于权力的授予，还要有相对的监督的机制。刚刚我们陈律师的这个法规的比较，其实相当的清楚。最基本的人团法，对于会长的选举、理事长的选举，在二十条的规定，只能选连任一次。但是你全世界大概找不到一个国家，他的红十字会的会长是可以万年的做、无限制的做这样的一个作为。其实对我们的法治是一种伤害，对我们的红会大家公益的付出是一种伤害，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帝王条款不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价值。另外一个公益眷目条例，刚刚陈律师有很清楚的比较，在红十字会法第二十九条，他要做公益眷目，他只要理事会通过就可以做。你看看全台湾所有的公益团体，哪一个团体可以说、我们单纯理事会通过？依照公益眷目条例第七条的规定，你要申请书面，你要做公益，你要申请书面，还有很多的一个严格把关，包括县市政府、中央主管机关的许可，找不到我们国内任何一个公益团体是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决定。我们在上个礼拜其实有特别跟上次跟王总会长在公视同台有提出这个资料，我到卫福部的网站，我到昨天再去看。那我有后续有接到我们的这个处长的电话说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六亿元的募款经费，但是到目前为止，卫福部的官网上面还有这个红十字会六亿元的这个项目，而这个项目人间蒸发，因为红十字会说根本没有存在，但是我们的官网上面，卫福部官网上面还有这个六亿元，那就有两个问题的存在可能。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卫福部有登载不实的问题，如果说红十字会讲的是对的，那如果卫福部没有登载不实，是不是红十字会有六亿元是不明款项人间蒸发？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厘清，有必要厘清。而这个问题同时也凸显了，你如果上我们卫福部的官网去查公益眷目管理系统，国内所有的公益眷目团体都有登载，都有经过主管机关的许可，都有相关款项的细目，唯独红十字会没有这样的一个资讯的公开。我们国家的监理难道只对于特殊的团体会有这样的差别待遇吗？你去查这个网站的搜寻系统，有关于红十字会也只找到一笔，而这一笔里面还讲一个最后一个附注是说无需报部，这个代表公益眷目团体所有国内的公益眷目团体都受到
救公益救募条例的一个拘束，都受到卫福部主管机关的一个监督，唯独红十字会是无需报部，而且还有6亿元是凭空消失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我们的民主法治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严肃的一个课题。我要再次强调，红十字会有很多我们的长辈，我当时的队长，大家真的出钱助力，为了就是人道救援，不分蓝绿，其实也没有蓝绿问题啦。大家，我们那时候在乌来去为了救生，其实你哪知道溺水的人是蓝是绿？大家真的是出钱出力去做。但是今天因为一个法律，它本身设计的不良，导致于红十字会的这个整个大家公益的付出有被社会上有误解，我就认为就有废除的一个必要性。在法规上面，我再次强调说，不是所有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有所谓的专法。在包括英国、包括澳洲，它本身并没有专法的存在，难道说他们这个国家本身有问题吗？不是嘛？对于红十字会，如果说在废法之后，会不会当然等于红十字会不存在？也不当然嘛，这个法主体一样会存在。所以我认为啊，不是说废除掉红十字会的专法，就等于消灭了红十字会，就等于抹煞了大家出钱出力这些公益、这些志工的一个心力。我认为是两件事情，必须把它清楚的说明。台湾作为民主法治的国家，我认为社会应该很容易辨明这件事情。有一群人出钱出力，为了社会公益、为了救人在做事情，我们要给予肯定，这是一件事。这部法律它本身设计有问题，必须要予以废除，是一件事。我们作为民主法治国家，必须要跟国际来看齐。如果这一部法律的监理有问题，我们就必须予以废除，再重新的回到人民团体，回到公益救募条例的监督，这才是一个符合民主法治的设计。谢谢。好，谢谢黄律师哦，他刚刚特别指出六亿哦，我想这个待会有必要这个议题就把它澄清清楚哦，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接下来我们请文史工作者管仁健先生。大家好，我是管仁健哦。我想今天呢，我就的这个历史的部分来做一个报告。我想红十字会的专法的问题要修要废，当然这个我比较没有特别的意见。但是从历史来看，这确实是戒严时代留存到今天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哦。这跟蓝绿无关哦，因为我底下所讲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当时国民党的委员、国民党的议员自己提出来的。首先关于防劳邮票的部分，1957年1月21号，联合报就已经有人投书了，这个是强迫买的。那当然，某些学校这个就跟那个推行，这个就跟那个禁台语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强迫订那个救国团的北市青年啊，什么是一样的。各校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1958年6月28号，第三次全省私立中等学校的董事长、校长联谊会就建议。希望教育部讲，教育厅要求讲说，可以，可不可以不要强迫买防劳邮票？1959年1月8号，联合报第四版有刊载，台中沙鹿高工的职员谢银夫贪污被，就是他把防劳邮票收去的钱，结果他全部纳入私囊，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去监督，讲说到底防劳邮票卖了多少钱，红十字会有没有办法去监督？好，到了1987年，这个时候还在戒严时代哦。台北市议员杨炯明，这国民党的哦，他就提出来讲说，为什么那个李干事跟里长联合去劝募卖这个，联合去劝募，李干事可以扣20%，李干事是拿薪水的哦，拿薪水的公务员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可以扣20%的佣金？好，后来国民党的委员刘兴善在立法院也提出相同的质询，但是没有调查这个问题，一直拖到1991年3月。台北市调处年轻的调查员看不过去了，台北市16个行政区，当时只有16个啊，16个行政区，每一个区那个叫做区支会，红十字会的支会，也就是不是除了县市以下，还有县市底下还有那个区，也就是跟乡镇同样等级的这样一个团体，区这个区长任区长就是支会长，义卖所得。只要上缴50%，另外20%是车马费，这是给个人的。另外还有30%由你这个区支会自己去报销。简单讲，就是你募款以后，这个去募款以后，50%扣下来，这50不用去查，这50是没有账的，就扣下来了。
好，那根据当时台北市劝募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十五万以内的最多只能3%，就是行政费用只能3%，超过的部分只能就超过十五万，你只能扣2%。现在红十字会去募款，他扣50%，而这50%还是50%，只是这个支会扣的哦，交到台北市分会再交到总会，到底交上去到底交了多少钱，搞不清楚状况哦。那这个3月5号的时候，联合报就讲了，调查局把这个案子牵结了。他讲说，可是牵结里面有讲到，但是牵结里面还是有讲到那个数字，1985年到1988年共募得台北市的这个部分募得5408万，50%上缴，也就是交了2704万到这个台北市分会去，然后那个什么，那剩下来就是讲说有三百万是在各支会里面，这个是有账的，好，这个用于会募啊，其他的钱你知道，其他2400万不是没有下文了，大家就自己把这个分掉了，而这40%还只是支会哦，而且他这里面还讲得很清楚，台北市这20%是最少的，其他有些县市什么东西还有抽35%的哦，他讲有些区支会啊也没有任何的募款记录，那参与的这个就是区长跟主任秘书，就是这个红十字支会里面当然的就是里面的委员，他不用出去募款，他也有车马费，反正这个最后就是用，这叫分红十字会，不叫红十字会哦，抱歉哦，这个不是对各位辛苦的付出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制度确实是有问题的，那所以那这个案子因为调查局的上层要求他牵结，这个是当时联合晚报大家不要说他是绿的哦，联合晚报的记者范立达就写出来讲说，这个案子调查局的那个基层的官员看不下去了，要办下去，可是问题是上层压下来讲不要办了，这个时候陈长文先生是会长哦，你现在讲什么违宪讲什么东西，我们就倒回去都要回到历史上来讲，那办不下去，可是范立达先生有写下，范立达先生就是讲说，好，这个我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都还是在联合晚报上跟联合报上，这都是蓝的报纸哦，里面记录的哦，那你自己再去看看那个自由时报，你再去看看那个范立达先生自己的部落格，那个写的是更清楚哦，那个写的更清楚哦，那我们从历史上来讲，我们今天设立一个专法，理论上这个专法一定要比那个普通法要更严格，才有设立专法的必要嘛，我们今天设一个军法，就是因为讲说，军人犯罪比一般人民犯罪对造成对人民的伤害更大，我必须要设置一套专法来，我要立一个特别法来保护，现在我们变成立一个特别法，结果这个特别法约束更松，对于红十字会几乎是完全没有约束，才会造成在戒严时代发生，其实1992年这都已经解严了，到了解严以后都还出现今天这个状况，其实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历史的问题，报告完毕。好，谢谢管仁健先生的发言呢。那我们今天到场的委员，我们陈一鸣委员，也要发表一下他的看法。我们欢迎陈一鸣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参加这次公听会的学者专家以及我们在场的官员，大家早。我想红十字会的这个专法呢，它的这个当时的那个设置呢，是有它的历史的一个来源的哈。那我们先针对它的那个刚刚其实也谢谢陈玉龙委员律师跟黄定律师哈，都有针对他的这个法跟国内其他的这些人民团体的这个法做了一些比较了哈。那我想在说明我的立场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其实在上礼拜到世界卫生组织 WHA 去日内维瓦参访的时候，外交部其实是有安排我们几个委员去访问了这个红十字会的总部了。好，请看下一张。那当天呢是由刘邦志大使陪同，那由这一个这个红十字会的总部的这一个museum 的这个主任呢亲自的接待哈，那我呢还有这个民进党的蔡适应蔡委员，还有这个亲民党的陈怡杰陈委员哈，我们都一起参加哈。
好，下一章。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我们了解到，其实这是一个 humanitarian 的 adventure， 哈，它是一个人道的救援的一个历程。好，请看下一章。一开始看到的呢，其实非常震撼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红十字会哈，他们过去这么多年来，因为在做人道救援的时候的这个档案资料库都在这个地方哈。下一章。在这个资料库里面，你会看到每一张的小照片上面代表的就是一个小朋友，因为在战争的时候跟他们的家人亲人走失了，所以这些小朋友，好，下一张放大其中的一张小朋友，他们其实写了信，然后告诉红十字会的救难的人员，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庭，好，希望能够找到他们，他们的家人能够跟他们能够团圆，哈，下一章。所以其实那是蛮震撼的一个过程。还有呢，一些装置艺术的艺术家，他们也做了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脚印，踩在荆棘上面、铁丝网上面，好，那是代表就是说，其实这边是有一些为了寻求世界的和平，他们要冒了这么大的一个危险，这么的战乱。好，下一章。红十字会的他的这个红十字会的会旗，现在的会旗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会旗，是一个菱形的。为什么呢？请放下一章。本来的红十字会我们知道现在看本来都是个红十字嘛，可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在这个回教的国家会有一些争议，所以他们改成了下一章新月形的。所以最后才会他们最后决定把新月跟十字最后转换成一个菱形的符号，所以现在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会用的是个菱形的符号。请看下一章。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是有些地方蛮震撼的，因为过去其实是因为战乱，所以需要红十字会的协助，因为在 under 这个国际的红十字会，他们可以在战争的时候可以 cross the border， 可以进入这一个战乱的地区，他们可以来协助在战争的时候受伤的民众士兵都可以。红十字会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赋予的一个任务，他们可以不问你的种族国家，他们都可以去做救援的工作。可是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战争而已，红十字会现在有一些新的 mission， 有一些新的任务，其实面对的是城市的难民，面对的是海上的难民，面对的是甚至有一些人被人质，国际人质被抓去了，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被诱拐了，去从事一些国际恐怖的一些事物，这些其实变成了一个红十字会的一个新的 mission。 最后一章，其实我非常震撼的就是有一件衣服，这件衣服上面用黄色的油漆写了 PW， 什么意思呢？ Prisoner of War，战犯，这是战犯穿的衣服，是真的有一个战犯穿的衣服出来了之后，把这个衣服捐给红十字会。那他其实是什么时候捐出来的？是他死掉的时候捐出来，因为他出狱了之后，他在非洲，他每天即使已经战争结束，他每天穿着这件衣服在马路上行走。他每天都穿这件衣服，因为他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再有战争。他曾经是一个 prison of war， 所以他一直穿着这件衣服，当他过世他把衣服捐给红十字会。最后一张。当然我们也强调，红十字会也强调 natural risk， 所以这个是得到普利兹的这个奖的一个日本的设计师，他用的是一个素材是纸张的素材来做建筑物，来做这个 shelter， 好，来做难民的这个庇护所。我想我讲这些东西就是要提醒大家，红十字会的这个专法
其源有自，这个法有它的历史的意义跟它的背景。今天大家如果对这个法里面有一些意见，内容有一些意见，大家应该是要来修这个法，让它更符合时代的精神。劝募的条例这些都可以修，我觉得都可以修。其实当然这些有一些有诟病的地方，请就是主席容许我再讲一分钟。我觉得这些法我们尽量去修，让它更符合现在民众对它的期待。但是我觉得要破坏一个制度很容易，要再建立非常的难。尤其是最近这三个月我变成一个立法委员之后，我深刻的感受到这排山倒海来的压力。这个压力其实是民众赋予我们的权利。我必须在这边讲，大家应该相忍为国。我常常在讲，好，不是在那边蓝绿恶斗。我们今天面对一个红十字会的一个专法，它是曾经让我们可以在921地震的时候去接受好专款，然后去做一些服务，甚至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也可以派遣我们的救难人员。好，我想那个时候是陈世奎陈秘书长哈在任，我也去参加过，我也去参加过那个会议，我也带着阳明大学的志工好一起到这个到绵阳到安县好去做救灾的工作。我觉得那个过程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大家合力的完成一些事情。今天这个法如果有不周延的地方，我鼓励大家一起再来开公听会来修这个法，让他的法更为完善，不要有万年的什么理事或者是可以连选连任，这都可以修，但是不要轻易的去废它，因为废了之后我们真如何跟国际接轨，我们如何能够将来有一天台湾要进联合国。其实这次到 WHA 我回来了之后，有人跟我说，像昨天就有媒体跟我说，委员你被牵引到一个地方去，一起跟那个讲台独的人一起在那边呼口号，然后拿那个 banner。 我说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一致对外 WHA for Taiwan， 今天不分蓝绿，不分你是深绿或浅蓝，我们今天是一致对外。今天只要拿 banner 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台湾独立，我觉得我都可以站上去，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我们是在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声。这个就是我们国民党团当初在我出去的时候我们有讨论过的，只要是 WHA for Taiwan， 即使是中国国民党，我们照样可以去上台，我们照样可以去 拿着那个 banner 去呼吁大家，全世界的人站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想要加入重返联合国。今天我要试问，当我们将来能够用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能够再重返联合国的时候，那个时候难道我们再去修一个什么东西，再立一个红十字会的专法，然后再来搞这一次吗？那这样不是这个浪费我们的行政资源。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在这边就是很严正的也是严肃的提醒大家，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大家能够集思广益，把一个可能不符合时宜的好里面有一些缺失的法，我们可以去把它修得更完善。其实在私底下我今天当然是冒了一个大不韪了，因为其实蔡适应蔡委员我们私底下在沟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跟我说，其实民进党里面也是有一些委员觉得说不需要废了好。那不好意思，我把蔡适应委员的话也讲出来，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其实大家真的不要在这边意气用事，把一个其实可以好好修的法把它废掉，那这个其实我讲不是国家之福了。好，以上，谢谢。好，我们谢谢陈一鸣委员他刚从WHA 回来也去看了红十字会的总部，我想这个感触更深了哈。中华民国的我们的国际外交的困境，我想大家都有，如果你去国外走一趟，大家都有很深刻的体会。那我想我们没有道理说我们可以跟国际产生连结的很重要的连结，我们在国内竟然试图想要把它切断了，这个可能是违反我们一致想要对外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那刚刚其实我也简单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其实刚刚
红十字会分享的很多的救援的经验，包括南亚海啸。当时我只是在一个民间团体组织，我们有很好的怎么样去辅导小朋友灾后重建的心理这样的一个册子，没有管道可以送，我们的外交部也送不出去。当时就是透过红十字会，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到红十字会去拜会，他们说可不可以拜托，今天南洋海啸死亡这么严重，这么多的小朋友，我们有一套很好的儿童心理辅导的课程跟机制，麻烦帮我们把它，我们把它翻成是印尼的话，就是让当地的小朋友可以接受这一套。那当时红会答应了，把这样子的资讯传输出去了，所以当时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另外一个五一二川镇，我是自己实地到四川去走一趟的，我也看到陈世奎秘书长在前线，我们怎么样把大家的爱心跟力量透过各个工作站把这个服务做出来。三一一福岛核灾这么大的一个震灾，当时我已经是这个进到立法院来当立法委员了，隔年我们立法院有组团，王金平院长率队，我们到福岛，我们到宫城县，刚刚红会所讲的医院，这些老人的住宅我都实地去看过了。所以还有在前年我到叙利亚的这个跟约旦边界，就在约旦设的难民营，这个难民营里面20几万的叙利亚的难民，其中有70%都是未成年的儿少。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在这个难民营里面，就是外交部跟红会的合作，我们在这里面有看到中华民国。所以我真的拜托大家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只是我刚刚还一再强调把政治的问题放一边，人道救援没有蓝绿的问题，只有我们怎么样做会对未来台湾，我们用人道救援的名义参与国际，然后发挥我们的力量，可以做得更好，这件事情拜托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想办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东吴大学法律系的李子文教授发言。那李教授发言完之后，我们休息10分钟。召集委员、陈委员、各位来宾、各位法界的先进，今天诚邀到院里面社会福利及卫环委员会就红十字会法的存废相关问题提出个人的浅见，请大家多多指教。时间有限，只讨论到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我们国家要不要适用国际人道法，这问题比较抽象。那在目前的国际局势是比较很孤立的情况之下，那学者的意见很多。那如果说要简单讲的话，我们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来那个英国的教授 Professor James Farley 他就讲，那么满洲国成立虽然不受承认，但是满洲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是适用国际法。那中华民国不受承认，可是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是适用国际法，还是适用海洋法，还是适用国际人道法。所以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它的法条我们还是要研究的，这是大家必须要注意到。第二，红十字会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再去提它了。那从清朝开始到后来到从中国红十字会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那第三个我要讲到的是说很多人在讲到这个 transitional justice， 这个转型正义。那我也很好奇，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转型正义的本来目的是针对当年在南非1947年到1994年实施种族隔离 apartheid， 针对后来那个东德在1990年10月3号被西德统一之后，那这必须要处理他剩下的问题。那南非种族隔离这个期间很麻烦的，他这个按照颜色来把人区分成4等。那么一种通婚是不道德的，黑人到白人城市必须要有通行证。那么东德的话，它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情报治安，这些警备人员，所以他们要处理这些人员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这个 transitional justice 本来是要处理这些问题所想出来的。
那么学者的话，国内学者的话就拿到这 transitional justice， 把 transitional justice 当成一个是非常好的这个至高无上的宝典。可是再提醒大家一点，但现在十年之前有个 R2P， 就是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谁提出来的呢？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美国，他为什么希望给这个国际社会上的人道干涉提出一个理由？好了，那2011年，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请大家授权大家采取 to take all necessary action to protect the civilians in Libya， 保护利比亚的所有的这个平民。好了，那格达菲后来被杀掉了，在2011年的10月25号被杀掉了。那现在呢，形势一片大乱。那我当时政大有一篇这个研讨会，我就说这是不对的。那没有人说我是对，那错了。现在奥巴马快下台了，他说我任内最大的错误就是派兵到利比亚。所以大家这个学者讲这个 transitional justice， 我都同意，但是请大家把这个看清楚。主张 transitional justice 最低的国家，到后来他说我对不起，我 I made a terrible mistake， 这是奥巴马讲的，不是我讲的。我讲的话没有人听，但是奥巴马讲的你们就听得进去了。所以把那个 transitional justice 要用出来之后，请大家注意到他在什么场合用的。用对用错再说一回事，再一回事。但是呢，如果是用对了用错了，现在好了，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可是那些被杀的人啊，利比亚人怎么办呢？所以大陆跟这个苏联就不再同意他到叙利亚进兵，理由在此，因为奥巴马他自己搞把这个东西搞砸了。所以这个在引用这个西方学者的理论来讨论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他们的 transitional justice 是有特殊情况之下的。他后来的后悔没有人提到，只看到说他赞成，没有人提到他后来的后悔。台湾社会有个很大的特色，如果说人民财力做得到的话，就捐给宗教团体、教会或寺庙，不愿意捐给政府或政府相关的机构。民间认为说建庙还有这个铺路、修桥、印善书、路边奉茶功德更大。那慈济功德会呢是宗教团体，那正言法师人品很好，大家都很认真，所以大家就做了这个做的是非常的好。可是呢，在此情况之下，从前我记得好多人都是冷嘲热讽来嘲笑这个慈济。现在为了打击红十字会，又说这个慈济功德会很好，好像这个人讲话讲了变来变去很麻烦。那台湾人民非常善良，碰到天灾地变，碰到重大灾难，都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人。那我现在就是 不了解，从历任这么多年的那个会长啦、这个会员啦，他怎么样子的，他也犯了什么样的这个重大的天条？他们是做了什么什么这个了不起的这个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我查一下，超过三任的两任只有这个陈昌文三任，还有这个徐亨三任。徐亨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国家仰赖他在国际社会上拓展视角。那陈昌文的话是国际社会知名大律师。那如果说有人提到是他的在他任内有些不对的地方，我想他的功是大于过，我们只是很公平的讲。那么假设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工作是如此的烂，如此的劣等，为什么921大地震、88水灾、八仙粉尘爆燃、高雄气爆、南台地震的时候，香港、澳门、日本、智利、韩国、日本、韩国、美国、中国、新加坡、纽西兰、爱尔兰他等等的红十字会、美国的 USAID、 他们的 IFRC 都透过我们跟他联络？这事实上是我们这个名称是不受承认，但是他有跟我们保持事实上联系，所以 ICRC 跟我们的红会还是保持有事实上的联系的。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吕教授的发言，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
他没修，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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